大多数都是女生，餐厅的服务生大多都是女生，可是这里大多数都是男生在当服务生。哦，不管是柜台、送餐的服务生都是男生，比例非常的高，只有少部分是女性，少部分是女性。那女生在哪里工作？女生都坐办公室。哦，女生都坐办公室，因为这个虽然说没有宗教法，可是人民的生活仍然被宗教影响，所以他们家庭，很多人的家庭观念仍然有这种不希望女生。